装甲精锐和一般有什么差别啊？装甲精英的话，它主要是机械化部队，所以它的车辆啊那些比较多，然后它的步兵可以，步兵同时就是工兵，可以修车。那早知道我就换那个了。另外要注意的话，它比较，它要很善用它的那个机械化资源。可以之后再熟悉，没关系啊。那个装甲精英，它实际上是市场花园作战里面对抗同盟国的老兵啦。啊，他们叫装甲精英，是因为他们简单来说，就是一开始1940年代入侵法国的那一支开头部队，哈，就是一群老兵哈。他后面是在荷兰休整，所以他们同时又被称叫装甲教导师。哦。只要经过就可以了吗？对，只要你看你滑鼠过去有没有看到一个写 ATC？ 有。我选恐惧主义哦。好啊。Apache percentage。我选，反正我选防御主义。我焦土政策。看一下 ，OK， 你有没有发现你们那个单位，你只要走过去，它就会开始站了。对啊，对，然后一样，你们把中线这边都站起来，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然后我应该是要守这个位置。有点慢哦。没有，赶快在前面架防线，只要有人踏过，你之后再派那个剩余的人去守住就好。我只要踏过去就可以了。你说推到这边吗？对，没错。然后防御站好。没关系，你们想办法先守住防线，我会帮你们踏。天哪，意大利兵！意大利兵可靠吗？是喽，吉普车，敌军吉普车。我这边出事了，我派一个机枪去掩护你。收到。我得先想办法把这个道路口架住。我操！吕夫，那个，你先压制他们。试着推回去哦。快架机枪啊！大哥，你为什么不架机枪？
么不加机枪啊？好，结束了。机枪没有换装备，所以。OK OK。Holy。我说他为什么不架枪？你右键有脱衣吗？有啊，我有脱衣啊。然后他右键脱衣，然后你机枪兵放这个位置。好，有有。我是上面的。你让他等一下，我先调一下游戏音量，游戏音量太大了。那你仆人刚说什么？反坦要过来了，继续推进来。没事，我这边 hold 得住啊。让他架在这里。为什么这个闪兵坑它的位置在后，朝后啊？这边没有站到。对，我知道，前面那一直被。没关系，没关系，你守住，慢慢来不及。现在在用 MG42ER 那个位置。我现在需要的是，我会派我人去帮你稍微站。哦，后面的。拆除是敌意的。敌意的。哇靠！太扯了吧！闪电坑拆不掉，扯。没有没有，你要住进去才。哎，我靠！我后面这边太扯了吧！边。但是，稍等。Oh shit！ 等我下，我在干。哇，这边防线有点问题，问题很大。看他们出喷火枪。我上面崩盘哦。那个，我的箭主要出来。没架对不对？架了，但是他们喷火兵把我洗掉了，有点可惜。
我先加一个反甲。撑住，撑住！啊、oh, ，fuck！ 你是不是没有人在前面开眼？不确定呢。那、no, 没关系，我先把我这边守住。哦，这里看着。我一般教师，我要叫我机枪过去。他们都抢到房子，把房子抢回来。快先叫反坦克！战兵营作战指挥，还有救，还有救。Oops， 进驻啊！快狙击手过来开眼，如果有可以的话，尽量。坦克打好远，那个侦察兵摆前线，不是摆后排。不过侦察兵是摆前线，不是摆后排。不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前面过不去。我是先打算先把这边先守起来。我猝死啦！没有反坦能力。你在哪里？哪里需要反坦能力？我先叫我的反坦过去。狙击手很麻烦。我这边方向要崩了，收到。
出一下。哎，我机枪，他就这样 ，OK， make sense。后面，不是很优哎。看你俩那么近会射偏，他妈你这个乱炮兵干！那个，卢博云防线稳在后面一点，慢慢往前，我再慢慢往前推。OK。他们的装甲单位太快了，他只是普通的而已。对啊，我需要有人帮我攻击那个坦克吧。那个破炮也太准了吧！哎，我卡了。哇！耶，重开吗？哎呦，好，耶，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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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要重开吗？不用，我回来了。快全盘结束。收到，我在掉我的反坦克，在掉了，太快了。哎，靠北，我反坦克快被打掉了。哇，这边很多东西。我 M 区在想办法压了。哎呀，有一个反坦克炮。Push。哦，完蛋！能开那边的野。不行，如果被烧就后撤。那个萝卜，那个我需要你的侦察兵。哎，哪里？你帮我把侦察兵堵在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我刚损失一个，我现在只能帮你放一个。我现在鳄鱼和装甲车在互烧啊！你也是衰，出来走过去就出来。哎，不是哎，我那个机枪兵不出来，他什么意思？不是不是，你侦察兵堵在这边之后，等他隐形，还是叫他停止攻击，不然他只要一过去就会被发现，被发现我们输了。
他就会死掉。我知道，我刚过去的时候就遇到一票人，没办法。需要有人帮我开耶，不然我这边会一直死。嗯，稍等哦。Reinforcements are readying now. 我操！Hummer self-propelled artillery piece. 毒烤，我操，这边死。Joseph 赢的突击炮往前冲，干没炸到。快打，快开火，快开火，大哥！在那边三秒多。离开，离开！为什么不离开啊？哦，我冲过去就撞到一台 N 死。为什么不离开？不需要开眼，不然我看不到东西。我没办法冲过去，他那边防线守得太密。那边都很鬼啊！再冲过去试试看。不是要冲过去，你要鬼鬼祟祟的过去。我知道，我在找路砖呢、啊。这里，从这里。哎、欸，他不让我点选我的反坦克炮主人，怎样？累个人。我不知道，我现在没办法叫我的兵撤离，我现在没办法。啊，他进入平行世界了。不用再按了，累个了。OK， 那是不是可以重开的意思？对，没错，可以重开了。现在还能动吗？就是你的兵还听你的话吗？我不知道他。不是不是，告诉我听或不听，没有不知道的。不听啊，他不听啊。是点了都很怀疑，对不对？对啊。好，哎，就跟你看，你看我上面那一线啊，你看我上面那些发生什么事情就知道了。没事，没事啦，只是英雄人队的老毛病。快撤啊！踢，你那猛按踢。没关系，不用，不用。他简单来说，直接从开关，因为周师傅直接进入那个平行世界。嗯，我也同意。我刚才前面也有一个地方可以钻的。好，那我离开。不用钻啊，你从后线来啊，怎么会从前线钻？嗯？有时候是你的侦察组员哎、欸。对啊。哎、啊，你怎么会从前线过来？我已经离开了。没有啊，我绕过去啊。哎呀。啊、你知道你绕过来，如果你被干掉，代表你没有前线，你知道？OK。没有，你绕过来之后，那个敌人直接冲过来抓你的侦察兵、欸，哎，妈的！太惨了吧？有这么难吗？我的枪榴弹，我发现他妈的，我的枪榴弹。不是枪榴弹，我的迫击炮射程太短了。干你啊！敌方的反坦克炮比我的迫击炮射程还要远。对啊，夸张啊！我刚才想说，为什么我都操控不了了兵，然后，那个只是累格啦，就他因为他累格了之后会进入那个会进入一种平行世界，就很好玩。我跟罗伯的世界跟你不一样。曾经我们以前玩二弹的时候还发生过
我们三个人玩，其中两个人赢，另外一个人看到画面是输的。OK， 你要同盟还是轴心？继续轴心啊！我突然发现轴心国王难度比较高。嗯，对。那改完胜利点好了。先熟悉吧。我看着，我亲眼看着我上面上路的防线逐渐崩盘。就是你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他一直在乱跳。哼。What the fuck？ 你可以移过来了吗？开始喽，走。因为我没有侦察单位是比较麻烦，我只有狙击手，可是狙击手视野开得很低，而且好贵。然后我需要更多的油料。我终于有车车了。啊！赶紧鸟，我开到就。我不是装甲精英，等一下。对，现在装甲精英是我的。我看一下，我这一次。重开吗？还是？不用不用不用，就这样就好。那我升级哦。我防御。我焦土。欸，只有两个点哦，死守中间哦，但是车也要守住哦。只有两个点哦，各位。德国空军好，这个他妈一定要死守住啊！两侧也是油料跟弹药这两个区域。OK， 中间是谁？我啊。哦，那个新点给你，我去守那个弹药跟油料。我们是不是需要大量的油啊？要。所以这两个油料点一定要抢，一定要守住。那就交给我啦。中间吗？对。先掉了 MG 过去。后兵要挂。我要多造一只 MG。我死掉一组工兵了。这边已经有人了，我到 MG 在赶了，看到了，对，但是我要等他进入到，快点快点，完蛋 ，ni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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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我这边也开始在打了。这边也在打了，步兵。哇，我这边可能会失手，跟你们讲，他们派太多了。机枪过去，你机枪过去。对，我再过去了。
也我原本刚才这支机枪是那个的，就是要那个的。你现在过去不要讲。可是你兵也太少了吧？我要你够啊够啊。Bunkers? Do you need any construction? Up? Yeah, let's move. No Americans about. Knight's Cross here. Capture order acknowledged. Ready to push back the Yankees. Squad, we're moving out. Yeah, you're full. We'd rather shoot this apple than carry it around. Enemy! Hey, what the fuck? Just want to let him come in. Not, I'm in front. Apparently, h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is guy. This guy is not那我先叫了 MG 过去，中间的 MG 不见了，中间需要有就是那个、啊。OK。哇操，这三小。在野吗？走走。我这边把对面压制。简单的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让他们有时回家顾一下那个。我需要迫击炮。还有装甲车，敌军的吗？对，在庙，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我也还没有能力。好，没关系，赶快把那个取消掉，把碉堡取消掉，不然你资源会不见。五
现在没有反坦能力哦。我现在有。哎，干，我盖到两个。我的突击炮还要再等十五。我这边就有清醒了。白痴，我盖到两个了。我先让我的那个步兵去。哦，终于正常了，我可以，他们终于正常的。先走了。哎，他进来了，他进场了。有，看到了。五炮摧毁了，应该可以解决了。我只要一台就好，一台。我一下看一下，他的前提是人要隐形出之后，他才会那个，他才能按那个暂停。对，我知道，我上一场是我过去的途中我就被打掉。有看到，因为简单说敌人侦察兵直接发现。对。我看我可不可以突过去哦。Oh shit！ 哦，干，他直接开进来，这三小。那个还好，那个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关系。我在看我可不可以盖我的四号。你有办法帮我干掉这个 AT 吗？如果干掉的话，我的坦克会可以进。等一下，我看可不可以。用过几炮勾的弹。四号也太贵。步兵有办法帮我稍微往前推一点？可以啊。如果你可以帮我把那个装甲拿掉的话，躲在这边。不行，那个 AD 在搞我。我需要有人帮我把那个 AD 干掉，我才能。我在铲那个迫击炮车。我试试看迫击炮够不够的。先把反坦势力叫出来。哦，还好，敌方战机炮对我的迫击炮没有力。你有破炮吗？有，我车子开过来。注意一下你的破炮，你的破炮射程很短。嗯，我感受到。有了，我够了到那边勉强。OK， 我要反他破炮。我四号出来了 ，nice。这是主要道路，加一把 pick。
看 Joseph 已经作战指挥中心升两座，干嘛呢？不用。对，我那个我不然点错了，白中拆掉啊，资源会还你一半。怎么往那边跑？这要怎么拆啊？点他，然后按 Delete。哎，我突击包后退了。好，后退，后退。这几道锁真的好短，中间需要防弹资源，我记了。被拉平了，我往前站点，错了，啊对，OK， 这场很稳，很稳。哎，我的碉堡，哦，我的四号赶快撤了哦。没事，我有人在往后。雪漫哦，雪漫，蓝色。我可以叫空袭了。然后你要注意一下，那个车辆不要交叠在一起，交叠在一起后果。他那个爆炸也是会有伤害。不是，我的四号怎么在往前？对，因为他想家，他看到敌人了，对，他兴奋。你要注意一下敌军 AT 在搞我。哦，两辆 MG42真的好恶心哦！看到敌人在搞我，等我一下。是。制图。破炮的距离真的太短了。没有翻译啊！哎，火箭，多管火箭，这个感觉很恶心哎。哦，我照了，我照了。那个 Joseph 老毛病哦，这个。他在补那个兵。不知道啊。然后你的机枪兵没有在掩体里。哦。这个马上就改善。然后他的 AT 可以隐藏起来，如果没有隐藏，你会被针对。隐藏是哦，伪装。然后就是等敌人到那个射程的时候，他会直接，对，你知道的。有啊，有个侦察兵。没错，我可以推了。你决定你来推，我会先守中线。OK。直母守中线。先等我的侦察兵先抵达。
在这里建一个维修站。谁可以叫侦察？那我开这边的野，我要叫空袭，他那个潘坦克爆炸。我来了，我炮击来了，我还有两波了。是，被推了。步兵最好先在前，不要让战车单独推，不然你的战车会被射程外的 AT。像你看，现在这个东西才出来。炮击交在这里。嗯。哇，你们！哎、欸，那个我恭喜，就是我耳朵好痛。对，我是。还在叫这个发起。没有，但那边有一挺机枪在打我。OK， 我收管火箭就按。感觉这个点可以涂咯，投球过去吗？离敌方基地有点近，先等等好了，先把反推的力量转哦、啊那個、先攒起来，波注意一下你的部队会有老练程度，你可以给他点攻击后方。Oh shit！ 哎、欸，哦，看到了，面给啊，有在我射程内。撑住，让他们待在这边。差一点。有 nice， 靠腰，直接命中这样。That is what I love。有感受到了吗？没有。让他感受到一下什么叫做德国 MG42 的痛苦。侦察兵，你倒是往前啊！哎。我的侦察兵呢？侦察兵还可以升 AT 哦。可以。九秒，那个萝卜九秒会再一轮炮击，我会炸这个区域。OK。OK， 好的。怎样？兵上前哦 ，OK。有一片火啊，爽。OK， 往前推了。你防线都架好了吧？哎、欸，我这前这边架好，记得补个兵哦。有啊，都满
哦，没有，那两个是我要让他冲去前面的。我有炮击可以射他家，我要射他家。你报我上次之仇。我的运兵卡好恶心哦！我的碉堡一升起 MG42。我们来看这边的人要死多少人。耶，我有闪兵可以叫。干，我的闪兵还不是空降的，妈的，德国的闪兵只能从外面走进来，这也太符合史实了。我上面压住了，两挺哦，八挺 MG42，是有那个防空炮架的站，防空炮，那个火箭。奇怪，这局敌人就比较和蔼可亲一点啊。他们体会到了我们的感觉。我有点想来摧残你们的耳朵了。上啊，但你要打中东西才行。哇，知道。对，就是不知道作战指挥中心是干嘛用的。知道啊。就你就跑，可以打远程。巨无霸霸太恶心了吧！
对他家。我知道。OK 吗？对啊。等一下，我修一下我坦克。可是你有正常。我装甲兵好像没有正常。不是，我说你有侦察机制可以让他。没有。我正想要问你。好吧，我你准备好就直接过去吧，我先叫有人报警。我的想法是这样，我先送一个步兵去开个，就一瞬间也没关系。至少我战车还倒得开，会不会太恐怖？对啊，也叫试图卡队。我怎么让他震得开？你告诉我。压住右键图一。哎呀！为什么？国际炮。哼，这也太过分了吧！干。这也太过分了吧！我他妈叫装甲车，装甲支援，他跟抽奖一样。你猜我抽到什么？抽到什么？一台二号坦克跟一台三号坦克 N 型。然后我资源花了800、啊，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嘲笑我？赶紧啊，这也太夸张！这东西他妈是1940年代的东西，赶紧！没办法，我攻击叫不出来。那边已经是他家了，你也太过分。我们之前不是可以叫吗？他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亏了。哦、oh、shit， 这台 AA。他至少有给啊！是这两个东西花了我800的币。我操！我们可以往旁边推了。对啊。你的二号坦克要爆了。我知道，我要让他撤离。干你！你还是什么鬼？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叫了少量部队支援，你猜给我什么？给什么？我花了600人力，他给我一个 AT 炮，很好啊。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哦，有啦，不错啦，不错啦。他给我两个空降列兵，跟一台二号战车，还有一个 AT 炮 ，OK 了。好，这我接受。我想这是什么烂转弹，好好笑。
让我叫一次那个。别往前开，别往前开，我痛。没有，对，我知道，我要用视野，然后我要叫个炮警看到。现在耳朵了。还有哪里？在哪里？他怎么这边还生了一堆？哎哎哎！我的坦克！哎，不要再往前，不要再往前！哈哈哈哈哈！谢谢。哇，他还把自己炸爆了，好笑。7587把自己，哦不对，这是 BF109 欸，他把自己炸爆了。好，这局就很稳，我想想我们大概发生什么事。好，我大概知道了，有可能跟我们选的模式有关啦。我想有没有可能刚刚模式他站点的速度跟 增加资源速度比我们快太多，所以你们看我们后面就看他人质一大堆挤在那边，对不对？很恶心啊！一坨人。啊、这局我们两边公平了之后，好像就资源比较 OK。其实他们就是人还是一样是一坨啊，但是只是因为我上一局有看到是一坨，然后这次我决定走机枪碉堡路线，所以我每前进大概一段路线，我就盖四个机枪碉堡。你要注意一下啊，像机枪碉堡，碰到你上一局那个二四血慢的话，一点屁用都没有。你还是所以说我放了一个88炮在，不是、啊、那个 flag 43在旁边。你要善用一下侦察兵啊！干，罗伯，你有看到我侦察兵妈的直接把你的敌人阻绝在外，有看到？有，我看到。看一下分数损失，看我歼灭最多，多亏我那个多管火箭。哦，停下。